大家好，就说一件，我今天感受到的事情，什么呢？我是天秤座嘛，原来的时候呢，因为天秤座，我特别会在意这件事情公不公平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法官一样，生活中的碰到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会衡量这个时候对这个人公不公平，对我公不公平，对那个人公不公平。所以呢，这就导致其实有的时候很纠结。那很多事情其实，不是我自己直接参与的。比如说，看到了一些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是，新闻呐，或者是别的什么事情。原来的我就真的会去 judge，去判断这些事情的，公不公平，特别计较"公平"这个词。但是现在呢，有一件事情就非常明白了，永远都是公平的，这世界上没有不公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没有吃亏的，也没有占便宜的，吃亏占便宜都等于零。加油！